现在关键是我爸的事儿啊。你说我爸一个人在家呀，难受啊。啊，他又想我金姨，茶不思饭不想，我怕他憋出病来啊。我就想把他接到咱家来。啊，完了，我爸一会儿就到。嗯、您二位没啥意见吧？哎呀，还有啥意见呢？叫他来，叫他来。哎，谢谢爸。我跟你说，刚子，哎，我们家。你爸随便来，对，干啥都行。谢谢爸。就是有一样啊，你不准让他带那鸡来。为啥呀？为啥？打你爸娶了这个开养鸡场的金鸡，三天两头往我们家送鸡呀、啊，整的我家吃的饭上顿鸡下顿鸡，吃的你妈现在晚上睡觉都不打呼噜了啊，直接改打鸣了。你才打鸣嘞！我爸，爸来了。一会儿热情点啊！哎呦，爸，哎，爸，亲家，哎呀，爸都在呢。哎呀，这这这，哎爸，哎呀，爸，你这养的鸡真欢腾。张子，哎哎，亲家，你进来行，你把这二位留门外头去。哎呀，这点东西不是拿来让你们吃的。这干嘛？这是我现在的心肝宝贝，我的宠物，它叫金凤。啊啊，代表金鸡。啊、这公鸡这脑袋毛都掉没了。它叫秃鹰，代表着我。哦，你还别说，什么人养什么鸟，什么爸爸养什么鸡。秃鹰啊，秃鹰，你看你多幸福啊！还有金凤陪着你，再瞅瞅我，嘿、哎，爸，你又想我金姨了？什么话？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爸还作诗了。是他做的，他这还是装。什么叫装啊？思悠悠，恨悠悠，恨到归时方始究。这啥意思啊？我跟你说，你也不懂啊。哎呀，亲家，咱别给他作诗了，快点坐。是，坐点，你坐这吧。啊，来，爸，您把这鸡给我，我一会儿给您放屋里屋里。哎呀我的妈呀，哎呀，这脾气大呀。坐这儿，我给你倒水去，亲家啊。哎，等着。爸，你来。干啥？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啥事？你过去劝劝我爸。哎呦，不行，你爸那么能装，我整不过他。他装不过你，你比他能装。爸，你自信点，你是装的祖宗，他装不过祖宗。那我就跟他装一回。自信，祖宗上。亲家啊，我听说他金姨要带你出去旅游，你说不去啊？我就不去，他说去我就去啊。那你是不爱去啊？爱去也不能去啊。你这不就是装吗？我跟你说，那个对不起啊，亲家，我抢个红包。哎呀，亲家，喝水喝水，哎哎哎，先沏着茶水啊。好嘞好嘞。老范呢？啊，手机借我用一下。哎，还给你吧。哎。爸，你喝，太不像话了。老伴儿，你干啥呀？我这一天好着，我等一天了，我抢二十块钱红包，你给转你那去干啥呀？我说你吹胡子瞪眼，你干啥呢？我不就二十块钱吗？有啥了不起的？我是想啊，等你再出去买东西，我好哥他给你结账。结账我自己不会结，我用你帮我结呀。哎呀，那也不至于急眼呐。到饭头啊，你想吃啥我给你做。你想穿啥我给你买，你说你兜里还留钱干啥？不是，不是，你这下手也太狠了，就抢二十块钱你都给整的，你这也太狠了。行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亲家赶这儿，我给你留面子了，你知道不？我不也给你留面子了？你给我留什么面子了你啊？不是，你还想咋的呀？咋的呀？你说咋的？你说咋的就咋的、啊。我跟你说，等亲家走了的，我不能轻饶了你。我就等着。等着。等着。嗯嗯。